要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啊！好了，所有女生，所有女生，你们准备好了没有？李佳琦给你们定制的哦，对，九点半了，哦，对，九点半了。哎，你们这些女生啊，我们的同事啊，我跟你说，明天晚上，明天星期五，大家不要上班，有些人去三亚了。下个星期一，拿李佳琦2+7口红的购买清单进公司，打卡。我们不是那种，如果星期一没有那种什么，就是打卡，就是没有我的那个购买清单的话，就是辞职信递给你。啊，我本来以为是你会买200支口红。哦，谢谢你全家，对不对？我们不强行购买，就是今天就看李佳琦的，就是销售能力。今天就看你们爱不爱你们的老板了吧。我现在就下单。好好好，哎，就是下单的越多，表示越爱我哟，这样涨工资的机会可能越大哦。好不好？来，我6万只买光。6万只买光，所以你要把你的一套房卖掉，卖六，买六万只。6万只买光，不用卖了。可以吗？就下一个了，好不好？来，所有女生，佳琦给大家，给所有女生做的第一支口红来咯。因为我真的说句心里话，我们来就讲一个很就是温情的故事，好不好？就很浪漫、很感人的故事，好不好？就真的，就是李佳琦这么火。都还没有做自己的品牌，为什么？不是我没有这个智商，不是我没有这个能力，是我觉得，就是我想给所有女生，因为所有女生给了我一个称号叫做口红一哥，那我要做出什么样的口红才值得他们给我的这个称号？我要做出什么样的东西是让大家觉得说，哇哦，真的很李佳琦或者很口红一哥？所以我会有一点点担心，我做的东西大家不喜欢，是，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选。真的就是我认可的专业的品牌。第二个，我要做出我自己最喜欢的颜色，然后让大家虽然抹到嘴巴上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哇，太棒了，哇，太好了。来，美们，真的，去年佳琦亲自去法国，我去了 Make Up Forever， 去给你们调这支颜色，我调了一次。对，虽然你们可能会说，哎，李佳就是真的是就是很喜欢讲故事，调一次调出来，真的也这个没有什么很大的难度嘛。我跟你们说，有的时候呢，缘分就是这样子来的，对吧？有的时候不用调很多次，一次中了，我觉得哇，这支口红就是所有女生的颜色，我就怎么样，一定要给你们来推荐，好不好？美们 ，Make Up Forever， 让你们感受到最新版 Make Up Forever 的口红的2+7号色，你知道吗？本来这个口红可以很早上市，但是为了我把这个名字给大家印在口红上跟注册下来，我真的弄了很久。对，因为。一般的口红其实就是3位数的数字编程嘛，嗯，我们是2+7中间添加了一个符号，对，所以它其实在这个字体上啊，包括外观设计上都要另外去做，就会比较久一些，对，好不好？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一下，那我给你们试颜色喽，好不好？期待的呢，蛮期待的呢，来吧，来喽。对，其实我们私下女生有试用这支口红。真的是适合绝大多数女生。你们知道吗？我在那边，我把它调出来的时候，我直接用刷子上了一些女生的嘴巴，他们说 ：“Oh my god， 也太好看了吧！”然后所有人都在试这支颜色，他们说：“哇，每个人试的都觉得很好看，都很适合的感觉。”所以美们，今天晚上一定要抢到它，是，好不好？我们今天有6万只，给大家准备了6万只的货，是的，帮大家准备了6万只的货，是，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全球只有限量6万只。来，美们 ，Make Up Forever 最新款的奶霜小黑管来了。因为 Make Up Forever 这个品牌是我很认可的一个真的全球专业的彩妆品牌，超级超级厉害的全球专业彩妆品牌，而且这个品牌也是我很喜欢的集团 LVMH 集团旗下的一个彩妆品牌。美们，奶霜小黑管为什么呢？涂在嘴巴上太舒服了，旺旺嘴巴上涂的也是这个，对，好好看，我跟你说，真的白皮黄皮涂了都好看。对，它的那个质地是那种有点空气奶霜质地，其实上唇的那种丝滑感特别好，然后没有负担，很轻薄。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一支口红可能是适合某个特定的季节，但这支颜色我调出来了，我觉得我非常非常开心，是因为它适合所有季节。嗯，就是那种有一点，棕红色，我个人觉得，嗯，我看一下我的，这就是我的嘴巴。对，它适合绝大多数的肤色。看一下美们，所有女生，这支颜色薄薄涂超漂亮，超漂亮，超显气色，然后你全程涂，我跟你说超秋冬的棕红调。但是这个棕红调你知道吗？其实很多女生会觉得说那种很深很深的棕红调有点难驾驭。 是这支颜色我觉得是有好黄皮以及亚洲女生驾驭出来的棕红色，特别特别好的一支，就不会那么的深棕红的感觉。来，我们全程一下。对，
它其实这个跟大家看一下这个外形的灵感，它其实是源于那种专业化妆刷，因为像这个唇膏的底，唇膏是在这个底部的，所以它手持感会非常好，然后也很容易涂抹和上色，真的很好看哦，美们，好看吗？是不是很漂亮？是不是超漂亮？好好看。哇哦，好看吗？超显白，就是不让你的皮肤变灰，它让你的皮肤就是嫩白，然后润白那种感觉。所以这几颜色你们一定要去买它，它不胡萝卜红，你们相信我。我跟你们说，薄涂全唇涂不一样的啊。是。来，所有女生就是全唇涂跟薄薄的涂完全不一样，这几颜色薄薄涂起来巨好看。我跟你们说，涂咬唇跟薄薄涂，就是那种你们上班的时候日常涂，就这样涂，超漂亮，看到了没有？这个过渡感。你看这个过渡感，我跟你们说买它，相信佳琪买它，因为我现在试的是全唇画的啊。嗯，那我们看一下旺旺画的啊。嗯，很突然，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是的，然后那个亲戚帮我们都画一下好不好？我们请多几个女生，然后那个亲戚姐帮我们画一下，把你们嘴巴先补一下。来，所有女生，我先上链接咯，好不好？所有女生，二加七号色要来啦。怎么办？我好紧张哩。说一下赠品。我从来卖产品没有这么紧张过。哎，我随时送赠品，对不起，等一下，美们买一支240，加直播间240，再送所有女生 Make Up Forever 唇印化妆包一个，这化妆包超好，对不对？再送一个定妆喷雾 Make Up Forever 超好用定妆喷雾，再送一个 Make Up Forever 粉底液，再送李佳琦的定制口红盒给大家。这是我们的粉丝美们的定制口红盒，这上面是有，这里面是有一个镜子，然后这个是金属的，然后这边是金属链子，你就可以这样斜挎，来帮我们斜挎一下，斜挎一下的美们，一边是，对的，一边是二加七，一边是 Make Up Forever 的 logo， 是的，好吧，我们这个是口红盒，会送给大家的，来，所有女生准备喽，三、二、一，30元定金，9月25号0点付尾款，是。我来抢一针，等一下。超好看，你们一定要去买。来，二加七，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二加七号色就是二加七号色啊，其他的颜色我们等一下帮大家试 啊，不要着急。没了。来，我们再加20000支，好吧？我们再加20000支，庆姐，我们涂好了没有？庆姐没有信心。来，涂好了，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别的同事帮大家试一个颜色，对，好不好？看一下庆姐涂的颜色也很漂亮哦，就是一支很显白而且很显气色的一支颜色。是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庆姐的颜色。来。嗯。我们来看一下庆姐涂这支口红的颜色，是不是也很漂亮？真的，我跟你说，所有女生涂都会显得很气质很好的一支颜色。加好了。好不好？谢谢大家，我们加好喽。我在抢，我真的有在抢。还1000支。900支。没了。你没抢到。你们现场应该没有认真在抢吧？超认真，真的超认真。你们抢到了几首？超认真。啊，抢到了 ，OK fine。哎，包总，你抢干嘛？给你老婆 ，OK fine。包总跟你说加工资，来，所有女生，马上我们再加一点货给大家，因为这个是真的，全球只有60000支啊，真的只有60000支，加好喽。好认真。赠品我跟你们真的非常非常的值得喽，你们收到了会觉得说，哇哦，这也太划算了吧？买到了。谢谢大家对佳琪的支持哦。对，然后我们的尾款是在9月25号的时候支付，尾款的话支付210元，所以我们口红到手的话是240元，然后买就会送一个他们家的唇印化妆包，然后还有一个持妆喷雾2毫升和一个粉底液的小样，我们还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个这样子的专属口红盒。好，我来再给你们薄薄的涂一下下，好不好？我跟你们说，薄薄涂真的非常好看，我们再薄薄涂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对，谢谢大家支持，我们的颜色已经帮大家加好了，来看一下。我们已经把所有的有货的二加七色全部加上来了。嗯，我跟你们说，真的这个涂出来好舒服。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去拍哦。在我们的10号宝贝链接拍下，不需要备注，我们的赠品都会给大家寄出的。到手价是240元一支。质地是真的很顺丝滑，买了没？买了啊！买了几只？买了几只？你不是5只起买的吗？对啊。你不5只起皮？你不是要送给你们家亲朋好友的吗？哦、你买了2只，给我买了1只。丈母娘和妈，老婆没有份。老婆一个，一个3只。哦。哇，我们包总买了3只。文文姐你输了，包总买3只。整个钦佩啊。
追加五支。哎，那个袁女士为什么这么早下班了？袁女士呢？袁女士呢？袁女士已经走了。明星期如果她明天不星期，她明天要上班。她明天如果没有的话，她如果一会儿不发截图过来，让袁女士现在发截图，现在打电话给她。这支颜色包包图，我跟你们说真的很漂亮，是不是？就好显气质的一支颜色。袁女士冲出来了吗？好看吗？是不是超漂亮？买它，好不好？真的，你们可以试试看啊。因为我觉得 Make Up Forever 的口红就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而且他们家的口红这个奶霜小黑管质地非常非常的棒。买了没？好吗？喜欢佳琪喜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买一支就有赠品吗？对的，买一支就有赠品啊。如果你要多买的话，尽量分开下单，我们的赠品会就是叠加可以啊。那想买几支买几支，好不好？买了几支？限购几支？啊？限购一个 ID 限购。不会有人买三十支的。对对，这句话来给我看一下。很棒哎，袁女士，你买了几支啊？哇，哎，哎，你们看一下，哎。我们的文文姐，哎，支持佳琪五支。谢文姐，谢文姐，爱你哦，文姐。祝你三亚玩的开心，好不好？对，祝你三亚玩的开心。我会再找你的。祝你一帆风顺哦。谢谢。袁女士呢？袁女士现在才下单。对，你要买五支送给粉丝的。你刚刚真的是输了，你不要赖皮哦。不赖，你也买五支送给粉丝哦。嗯。他也要买吗？我也没输。他输了。你们很赖，你们真的很赖。那我们一会儿抽吧。嗯。给你看一下我的订单。现在已经到晒订单的阶段了吗？是的，没有，是发自内心想买的，真的不是老板逼我的，都是被我逼的，很怕被明天就被看过了。我两份订单，第一支是我自己。哦，看到了，买了，嗯，大家可以放心，这件颜色我真的很有信心，是，就是让你们觉得哇，真的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好了，那我们再试一下别的颜色好不好？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颜色，还有好看的一些颜色给大家，所以我们再试一下别的颜色给大家呗，好吗？来，我们看一下302号色，对不起。有点紧张，320号色是这种比较偏棕的，就再棕一点点的颜色，好吗？来，320号色来喽。别的颜色就看大家有需求啊，就是比如说比较。我跟你们说，这支颜色真的就是我的这支颜色，你二加七号色素颜图真的很好看，就素颜就薄薄涂一点点就行了。如果你化妆之后，你就可以厚涂一下，其实真的特别提亮自己的肤色，很显白的。二加七号色现在是所有的货给大家加上来了，我们是限量的60000支给大家发售，所以喜欢的女生要抓紧时间买，我们就是非常推荐这个颜色。我们后面试的是刘雨欣同款，对，320号色刘雨欣同款色哦，是，也是一支就是秋冬必备的脏橘色哦。明天下午要跟刘雨欣一起出席线下活动，哎，明天下午，耶、恭喜！明天下午我们会有一个 Make Up Forever 的一个展，是展吧？一个展，对，一个线下活动，一个秀，新品发布 ，OK， 可以，明天带上。所以现在外面是下暴雨吗？是吗？这么大的声音啊！我的天哪，上海这么大的雨，所有女生如果在上海这边，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在外面的话早点回家啊！上海现在下超大暴雨。好大的声音啊！外面，来看一下棕红色，一支棕调的，我觉得像是那种脏脏南瓜色的感觉。这支颜色是刘雨欣同款，而且是秋冬必备色，就是那种土棕南瓜色，就整个就是可咸可甜的感觉。而且这支颜色穿风衣、穿大衣，然后穿那种黑色羽绒服，我跟你们说也很好看。这支是棕红调，好不好？320号色，脏脏南瓜色，也可以讲一讲刘雨欣同款色号。脏脏南瓜色320号色，哎 ，Make Up Forever 今年的口红真的还不错，对，很 棒。很棒。除了我做的那一支之外，这支颜色调的也很不错，是，真的，这支颜色调的也非常非常的棒，是的，很好看，好好看，让我全称一下给你们看啊。好，我们首先推荐大家买的就是二加七色施佳琪，我们特别去到了那个 Make Up Forever 的就是工厂。帮大家调制，不是工厂，是学校哦，学校调制出的一支适合所有女生来涂的唇膏，是，看一下棕红色，哇，这颜色可以买耶，我的天呐，这件真好看，这颜色好复古哦，看到了没有，这支是320号色哦，320号色这件颜色也很好看，好不好？喜欢佳琪，请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啊，多多关注，多多关注。
谢谢大家的支持哦，好不好？二加七号色还有1900支，是，谢谢大家，还有1900支。深圳也下大雨了啊，那大家也要注意安全。嗯，赠品是什么？我跟大家说一下赠品。好看，买它，超级超级的舒服。你知道它这个的话，就是你真的，一抹巨显唇色，而且一抹完全不哑光。是，旺旺其实已经涂了很久了这些颜色。对，他就一直在直播，一直在说话，他嘴巴也不会干，对不对？对，就是你知道，我就看到了这一点，奶霜质地太舒服了，买它，给我火、啊、这个系列。买320号色，我们也是送同款赠品。是的，也是送2+7这个定制口红包。没错哦。我们今天买一支会送大家一个这样的唇印化妆包，其实容量非常大的，大家出差旅行都是可以携带的，还会送两个单支的小样。嗯，一个是持妆喷雾，还有一个是粉底液，两个单支小样。额外我们还会送大家一个佳琪专属定制的口红盒，是，就是一个斜挎的这样的小包包，其实你可以放得下一支口红。嗯，来我们再看一支颜色好不好？我们再看一支颜色，我们的下面一支，哎，我们看408吧。408号，来408号，其他的颜色也会送吗？耶、yeah ，会送，其他颜色大家就可以根据。对，我说一句心里话啊，就这支颜色跟这支颜色有，就是佳琪的颜色2+7号色跟408号色有一点点的，就是同色系，这两个颜色买一支就可以了，好不好？买这一支或者是买这一支，好不好？买2+7号色或者是买408号色都可以，看你自己的需求，但两个颜色有点点接近，色系比较接近啊。来408号色，好。我们在上嘴408号色给大家看一下。嗯，408号色是一支正红色，就法式正红色。对，有一些蓝调的正红色。嗯，也是黄皮女生和白皮女生都可以使用的。嗯，颜色在这里，这支是2+7号色，这一支是302号色，这两支都是推荐大家购买入手的。然后嗯，白皮女生黄皮女生这两支都是可以驾驭的。比如说你嗯，看一下这件颜色，就是正红啊，就是正，就是，就是红，好不好？就是正红，就法式正红色。然后我们全圈下就看得出来什么叫法式优雅正红色的感觉。拍下不需要备注，这些赠品我们都会送给大家的，所有的所有的产品都会在大家付完定金之后的48小时之内给大家发出。Yes， 来看一下法式正红色，超漂亮，好看哦，很显牙白的一支颜色。嗯，这支就是法式正红色，让你感觉 wow 气场2.8米的感觉，这支好不好？很漂亮。来，我们下一支也最后一支啊，170号色来喽。他明天会三亚去不了了。你真的很幸灾乐祸哎！没有，我就非常担心这个雨真的好大。很好啊，明天大家去不了了，明天就正好开始检查每个人有没有买这支口红。哎呀，真的，我打卡上班了。你是人事吗？我是人事，明天我要充当人事。这支是2+7号色，这支是320号色，这一支是408号色，我来写给一下大家。但是你知道我其实真的还蛮感动的。嗯，每次大促活动的时候，或者是真的有那种大活动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同事嗯真的自发在我们直播里买好的东西，然后生怕我不知道就晒图艾特你，然后艾特我。嗯，让我看他的朋友圈，他们也真的是很有心机。来下一个170号色来咯。最后一支是170号色，一支温柔豆沙色。像170号色就是大家日常，比如说你上班或者是你在上大学没有化很重的妆，就可以用这一个颜色，就是日常温柔，很甜美。这三支颜色都推荐大家买的，包括我们嘴巴上的170号色，这支颜色也很好看。那这支颜色的话呢，会比较的偏什么呢？偏就是那种嗯优雅妆容的一个感觉。170是一支比较偏那种紫豆沙，就是会比较偏那种紫玉色的那种豆沙感觉，它也会很好看啊、哦。170号色，它叫做芝芝桃桃色，好不好？320号色，刘雨昕的颜色我觉得很漂亮，大家可以自己去试试看。好吗？喜欢佳琪请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哦，谢谢大家。喜欢佳琪请多多关注佳琪直播间，谢谢你们买了2+7号色，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你们。看一下主角上这支颜色啊，这支颜色是我们的那个170号色、嗯、是一支紫豆沙的颜色，是，这支是 会更加日常一些。是的，嗯，蛋卷还有吗？我们蛋卷没有了，踢人，嗯，踢也踢不出来了，那要只能等下一次了。
是的，蛋卷已经没有了，对不起。是二加七号色还有货，所以大家喜欢的女生要抓紧时间去拍。还有几百只。对，就是我们第一只。其实你秋冬涂，真的是一年四季涂这个颜色都是非常适合的，包括白皮女生、黄皮女生。都很适合，没错、哦、不管每哪个颜色都会送大家同款的礼物哦。是，谢谢大家的支持哦，喜欢佳琪请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好了，我们的口红试完咯，谢谢大家支持，谢谢大家。后面还要再继续做拓展一些新的，比如说品类吗？什么意思？比如说就是李佳琦的粉底液、李佳琦的什么那个，对，我觉得看缘分吧，看缘分。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还是要做我比较擅长的事情。哎，但是你自己如果出品牌的话，还没有会长什么样子、就是你知道我还没有准备好。因为我觉得出品牌不是一个找那个工厂，然后拿一个大家都有的一个包装，然后就做出来的东西要圈大家钱，我就没有必要做这件事情。不然早就做了。然后不然我早就做了。在那个时候贼火。我一直在学习过程中，因为你知道我最近就是旺旺都知道我最近跟多少人开会。对。我每天有50个会议等着我。真的。我在学习。每天我也潜入不同的会议室专做。真的、我跟你说我在学习，我觉得我学习我吸取了所有全来自全国各地的那种品好的品牌的一种，就是那种做事风格跟他们的一个对于美妆的一个理解之后，我会觉得说我做出来的产品应该会非常非常的爆炸，所以大家可以多多的期待一下，好不好？大家可以多多的期待一下啊、谢谢你们的支持。我还要再沉淀一段时间。对，我觉得我还要再。好的产品。我觉得我还要再沉淀一段时间，哪怕不是我最辉煌的时候做出来我的产品，但是我觉得我做出来的产品一定要给大家是觉得说，佳琪真的在用心做国货品牌。是的。对，好不好？对，我没有必要选择在我最辉煌的时候做产品，但是我一定会在我准备好的时候做产品，可能是。我李佳琦没有直播了之后的几年，或者是我50岁的时候都有可能，好吗？大家可以多多的期待一下啊！好了，谢谢大家对佳琦的支持了。我们今天晚上还有很多单东西给大家来做福利，所以